大家好，我是康康妈妈，我儿子康康是96年的 gay。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我如何为康康一步一步逼上公益的道路。我们在佛山培训的时候，一位妈妈说，要是有一个按钮就好了，一拍我们的孩子就变成了异性恋。然后很多妈妈都特激动，说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没说话。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按钮，但是我也没敢吱声，因为我怕大家把我拍死。说实话，如果8年前有这个按钮，倾家荡产我也拍。你们听说过笨鸟的故事吗？说啊，世界上的笨鸟有3种，一种先飞，一种不飞，第三种直接下个蛋，然后把希望寄托在蛋上。我就是那第三种鸟，为了培养康康，我也是拼尽了全力。我从他1岁半开始就带着他到处旅行了，从近到远，从国内到国外。他18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，用看图说话的形式记录了他这18年的成长历程。每一张照片下面都配着文字说明。有一张照片是我跟他牵着手走在青海湖边，下面的文字我是这么写的。牵手，此今最满意的照片。再过几年，不知道跟我儿子牵手的是哪个幸运的女孩。到那时，我给你的疼爱就是手放开。你们知道潜台词是什么吗？就是说，这得啥样的女孩才能配得上我儿子？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还真就没有女孩能配得上我儿子，只能找男孩。你说，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，突然间你发现。他是个 gay，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，我就像被雷劈了一样，魂飞魄散，就感觉这个整个世界都不真实了。我每天都恍恍惚惚的，好在我儿子是一个耐心的 gay，不管是出柜前的铺垫，还是出柜后的陪伴，他都极其耐心，陪着我走过了最绝望的时刻。大概2年吧，我就接受他了。当然，这2天我也没闲着，查资料，然后看心理医生，给他改名字、算命，然后去教会祷告。总之就一句话，无神论的我相信了各路神仙。最近呢，我还听说了2个比我还离谱的妈妈，一个是跳大绳的，一个是千组坟的。康康的个性极其张扬，跟我跟他爸完全不像。接受他是接受了。但是特别怕别人知道，他可不一样，特别怕别人不知道，逮谁谁出柜，还参加各种各样的 LGBT 的活动，说啥我是同志我骄傲，你说你生气不？你是同志你骄傲个啥？我不是同志我都没骄傲。后来他开始忽悠我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再后来就把需要帮助的妈妈往家里。有一位妈妈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她儿子留着披肩长发到这儿，然后呢还特别爱穿女装，然后这位妈妈就坐我们家沙发上，一边哭一边给我喊，她说："你就是跟他一伙的，你就是拉来给我洗脑的，我也来气了，声儿比他还大。"我说："我有病啊！我拉你来给你洗脑，我为啥不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给他洗脑呢？"我说："你看看你儿子。"天生就长着一张出柜的脸，你都不怀疑他，你赖谁？他说："我问过。"他说："不是。"我说："他说不是，你就信哪？”然后就这样能吵吵好久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情绪特别容易被别人左右，所以呢，经常被这些妈妈们气的。但是等到后面我在复盘这些事儿的时候呢，又特别自责，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。哎呀，他要是这么说的时候，那么说就好。觉得自己很笨很没用，所以我特别想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，想学沟通的技巧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好像对沟通技巧也没有那么的执着了，或许我有个更好的答案。前些日子我还接到了一位爸爸，这个爸爸加了我微信，上来就指责我，他说："你认知有问题，你是怎么当妈的？你这样会把你儿子越推越远，你会害了他，当妈都不够格。"上来就巴拉巴拉一顿数落。这时候我还没生气，然后他又
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请你离我儿子远一点，我一下子就不乐意了，我就把他儿子的求助信息绝口发给他了。他看了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出为什么的意思，我直接回了他七个字，无知还不爱学习，然后就把他拉黑了。我拉黑了他并不是因为我有多生气，我觉得这种再聊下去也没啥意义了，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但是等我在复盘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我并没有特别的自责，哎，不好就做的不好就不好吧，问就问吧，没用就没用吧，没有了以前的这种挫败感。我知道拉黑一位爸爸跟贤令营对我的培训有些相悖，但是我跟我自己和解了，我可能成长的有些慢，但我相信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公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目前我跟康康在做自媒体，做出柜咨询有一年多了，我们发过48个视频，开过80多场直播，帮助过500多位孩子跟家长，接触的案例多了呢，就啥样的情况都能碰得到。还有一家有2个已经练了，表兄妹、堂兄妹、姐姐跟弟弟，爸爸跟儿子，还有父母也是。最搞笑的呢，是一位舅舅非要跟我连线，他说他的外甥猜他是同性恋，就跟他出柜了。然后呢，这位舅舅死活都不承认。我说你就承认呗，然后也出柜，给你外甥铺个道。他说我还想着他给我铺道呢。然后我们俩就在电话里哈哈大笑。最近呢，我看了一本书叫《自卑与超越》，书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。说当你的价值跟社会的价值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。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公益人的价值所在。谢谢大家。最后我还想谢谢我儿子专程来为我打 call， 然后因为他的性少数身份让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